你怎么又跟他在一起了？这小子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伤害你，把你从户部逼走两次，你还嫌不够啊？啊，叔叔阿姨，我之前确实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我的季风给你们开了房间，你们先去休息。不用你操心了，啊，我们已经订好酒店了。季风就在我们广电的对面，你们不就是来看我的吗？爸。 酒店的房间就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，多好呀！我们自己掏钱住，还想什么呢？带路啊！ 大总，你都来了啊！吃这时候还嫌早啊，还没弄好。那这花生米你吃这个吧。谢谢。啊。这怎么了？嗯。老婆，嗯，如果你女儿男朋友惹你生气，你觉得拿什么才能弥补？哼哼，看着这就烦啊，敢惹我！ 烦什么呀？天底下有哪个老丈人看见你去不烦啊？嗯，看哪儿哪儿烦？那等你有了女儿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嗯，怎么了你这？嗯，没事。你别说，这还真是门学问。哎呀，我来看看。 怎么才能哄老丈人开心？你慢慢学吧，傻小子。哎，老莫，你先忙吧，我有时间走了。嗯，我这刚炒好啊，你放冰箱吧。哎，发什么呆呢？ 小然，嗯，我想明天请叔叔阿姨吃个饭。要不缓一缓，我爸脾气倔，这次可不好搞，而且他们明天还要去 loft 看一下。那正好啊，我一起过去。别了吧，这个老何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。我这好不容易把你给找回来了，就算是挨大嘴巴子也得去。真的？ 嗯。 秀然，嗯，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正好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明天我睡醒了，发现这是一场梦？嗯，疼吗？不疼。哎呀，是梦吗？还不够真。 还是做梦吗？嗯，应该不是。这回应该是真的。我不想你回去。唉，还是早睡早起吧。这次跟我爸妈这场仗，可是一场硬仗。嗯。 吃饱了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就回去了。您这下红豆羹怎么做还挺好吃的。总体来说，早上好。你好。嗯。早啊，小何。睡得好吗？嗯，还行。叔叔阿姨好。
我早就想来看看你这小窝是什么样了，这个样的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什么让你乐不思蜀，不愿回家？哪有啊，妈，你快到沙发上来坐，快。哎，这个风格。现在李慧不在家，我一个人住。啊，一个人住这么大，那多不安全。哪儿不安全了？那个密码锁。 是肖尚奇让季风的员工特意给我们装的。啊，哎，你那个室友小伟，嗯，是不是也回家了呀？来了。你在家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送这个来了，我们新出的香氛机。 哟，小伟，小伟，叔叔阿姨来了。小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你看，刚刚正说到你呢。阿姨，阿姨，上次啊，在沪普，哎，太匆忙了，都没能好好跟你聊个天。哎，这不有时间了吗？嗯，叔叔阿姨，在乌苏待几天，我来安排乌苏不可收了。哎呦，那，哎，正好我们在想中午去哪吃呢。哎，中午我请客，旁边有个新馆子，我朋友开的，特别好吃。哎呀，这，哦。 齐老板，这日理万机的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午饭我来安排吧。你看您，格局小了吧？有什么事儿能比裴叔叔阿姨更重要的呀？倒是你业务那么繁忙，你赶紧忙去吧。那个中午我们就不出去了啊！我跟你叔叔，我们两个人做一顿沪普家常菜，你也留下来一块吃啊。行行，对对对，好呀，人多热闹啊！对，我们露两手。